兽医专业的老师，看看我们所有老师，我们这边的乐器，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步调，也有他们不同的表演的调，因为我们是合奏乐团，每个乐器又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质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像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就可以看到的乐器，我们从这里，我们吉他把我们吉他手啊，吉他老师们手举起来，给大家摇一摇。哎，我们吉他组的就看到了哦，我们吉他组的啊。吉他组的有黄宏基同学，有蔡其章同学，还有我的阿豪，阿豪是布农族的年轻人哦，还有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乐台的灵魂人物啊，我们首席，我们的乐团首席老师张敬义老师来负责我们的吹管啊。那当然我们的乐团首席他不只会吹管，但是呢他的吹管类之外啊也很强，我们因为我们的乐团需要吹管，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首席老师就带着他的各种吹管来给我们表现了啊。那大家再看到的，我们还有吹拉弹唱，来我们拉弦组的请举手。哎，拉弦组的我们有看到哦，好，都是美女啊，有一位萧启成老师，还有一位非常棒的二胡老师，他会很多很多的乐器，现在以目前以二胡为主的这个我们的小五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好，我们立方老师，还有我们的二胡漂亮宝贝徐华佩老师，在旁边有一位空灵组，这位姐妹不得不提。空灵组，我们的二姐，我们都叫她是我们庐山原生大的二姐，其实她是我们张小云老师的二姐啊，她舞台非常强，表演能力也非常好，理所当然应该跟我们共享舞台啊。那我们走到这边，看到有直着弹的，不是吉他，来我们的琵琶老师给大家挥挥手，哎。这位男士哈，帅帅的，年轻的哈，他的名字叫做林彦君，然后问题是我们都叫他罗大佑啊，所以呢你们也可以叫他一声罗大佑。然后一个小雷淑文老师，他是真的老师哦，他在我们的这个长照，我们荣总的日托长照里面当社工老师，非常了不起。那我们今天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等一下呢一样要加入，因为我也是这个乐团的这个指导老师，我们的指导老师是教师群，还有宋金龙老师、蔡浩宇老师。好，那现在请我们的好乐团首席给我们一个 G 的哆。
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嘉宾通通心里跟着我们唱着。好，那我们第二首花系列的乐团合奏叫做花雨夜，这个有一点不同的地方，我们前面有一点小小的口白，顺便介绍我们口白是我的合唱团，也是我英文歌曲的学员陈素梅小姐。好，那请老师放出我们的花雨夜，请大家给我们热烈的掌声。有个地方，红叶森林的牧场，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，叫《雨夜花》。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。雨很美，夜很美，花很香。
服装如果不符合规范的就不要上台。好，那这样子有听懂啊？那上台也请准备，欢迎约我们的冯素美小姐来做我们的主唱。来，我们的音乐老师请帮我们唱。
拍一张照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呢比较特别一点点，来，我们全体起立，然后呢，后面的往前一步，我们的张敬义首席，请站到中间啊，就在这里，我认为我在这里可以吗？我老师说可以就是可以，好。然后呢，小陶笛要准备咯，我这边的大部分的团员老师们要测一下乐器，然后呢，有一个小组要留在台上继续的表演，我们的志工要帮我们测一下这个位置啊，那同学们可以测，然后留下来的是两位啊，我最心疼。我最骄傲的团员，好，那呢，有些同学们就测要准备，你们要加入啊，我的小白兔你们啊，还有阿豪要加入我们合唱的同学，请加入我们的合唱团。那我们小陶笛老师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请您在那边stand by， 跟我们的这个音控老师做一个沟通。那现在呢，主持人在这个地方要慎重的介绍，我们这一组叫做梦创丝竹组，报告校长，我们精益求精，我们在一个团队当中有丝竹小组的成立啊，那也给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准备时间，看看我们呢非常的辛苦，非常的困难。啊，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演出，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很久，八年，其实不止。在我被张世忠老师看到之前，我已经是学员的这个玩社团玩了一段时间了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投洗下去的不归路，负责要负责到底。我们这一群人能够玩多久就玩多久，每一年都看到各位贵宾，好吗？谢谢。我们的这个丝竹哈，请这个我们的首席要站在中间哦，啊，我们帮忙看一下，我们张敬义首席是不是站在中间呐？是哈，那培培请坐下啊，啊，你要站着呀，那也好啊，你这样站着给人家很大的压力。我们徐华佩老师是我们的二胡宝贝哦，漂亮宝贝哦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好，那我们的二胡宝贝，我们的乐团首席张敬义老师，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不得了，了不得，七世夫妻两山国语祝英台里面的化蝶。
如到我们的音乐节目，今天接着来的是，哦哟，很淘气的小淘气哦。好，那这个各位长辈、各位嘉宾哦，稍微多做一点忍耐，因为有节目有一些 delay 哦。你们如果回家了哈，我就没有浪费啊哈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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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好，那我们小老弟也抓紧时间，因为乐器真的比较麻烦啊。那大家忍耐一下，听完我唱歌好不好？
第二首《流浪到淡水》，老师谢谢。Thank you.
我们就来约明年好吗？好、哦，辛苦你，如果觉得比较辛苦的，你可以站起来听啊，好不好？你也可以在下面绕圈圈听啊。好，来，老师来唱歌咯，我不多说话了，因为浪费时间啊。好，直接乐器下。今天第一首西洋歌曲《Amazing Grace》，我要送给我心里记挂的人。也要送给大家心里记挂的人，音乐请下。Thank you.
忍耐一下，一起跟我们唱一下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年再相逢。来，我们唱动作快啊，你等我，我等你啊，来啦、啊、来啦、啊，老师要偷吃不一下，从这边下来了啊，来。今天刚刚碰巧啊，今天刚刚很碰巧，有一些团员都刚刚有事情，所以今天呢，啊，老师这边还有插一个麦，做一点小弟。哎，我的学生呢，他们都很可爱，没有跟我绑生死约，所以他们没有来参与呢，没有关系。我们有两位老师会帮忙，但是我们也有这么多的同学在这边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桐花仙子，客家话哦，帮我验证一下。
我们都不会讲话客家话，我们在学习，给我们鼓励好吗？啊，你是因为客家话的人，他给我们不会客家话的人鼓励，这样安利才有进步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黄瓜仙子老师请。Thank you.
学，我们要不要唱大学的歌啊？好，那我们就挤成一团，来挤成一团，快乐就好啊！你们往前，我们的乐手哎，还要叫，快，从这就行啦。我们的长辈啊，已经做得很辛苦，从2点做到现在，有些疲累啊。